这模式，阵亡的亡，不是大王的王。我们第一把打的是内瑟斯。内瑟斯的话呢，我觉得是要被我吊打的。全军出击！哟，吃药，加强魔法伤害。你这个一级凭什么跟我打？我一级连诺手都不虚，你跟我打？你回我也回，你不回我也回。我还有战争热忱，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他嘛？他不回就 GG 了，他带着 T 我也带着 T。 上来先卡大线 A 一下 OK， 攻速加起来，走你走你，还手必死，他已经死了，被我卡位了，吃药一下还就追不到了。行，这波失误跟丢了，主要还是武器大师的攻击距离短了，他比一般的近战攻击距离要短一点，不信你们可以测试一下。你看他就这么一点，哎，皇子大概这个位置，但是他只有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哎，你还敢靠近？我都二级了，你这波不死那是不存在的了啊！一手上来的一波一级卡位博弈，取得胜利之后马上雪球滚起来。王者贾克斯，其实这一波也不是很赚，600块也不是很赚。先买一个红宝石，不买，直接买两个攻速短剑，很舒服的。攻速直接提到 0.9， 完美。这狗头是麻瓜，非也非也。不是说这狗都是麻瓜，而是我的这种武器大师打狗头呢，我的这种打法他是一上来是不能还手的。你要非常深刻的理解，就是武器大师他在前期几级的时候这个伤害，你知道吧，他这个很难掌握的，你让他一个兵不打他也忍不了。你看我现在的攻速，他怎么靠近嘛？靠近我就打他，我现在80%无情连打，他只能学 E， 狗头上来一级只能学 E 跟我打，不学 E 就是找死。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玩狗头的时候是主 E， 主 E 很强的，消耗很厉害。你敢打这个钱？行，摸不到他，哎，他用这个炸我，我就很烦，他不靠近我用这个炸我，我就很难受，炸一下很多血。好，这个药，他这种打法就对了，哎，我就不太好搞他了。他只有发育起来才能跟我打。现在我的攻速，哎，很痛。很痛，我的跳斩又好了，靠近我 AJW 战争热忱，痛是不痛，顶着个炮车直接打残。我漏了很多兵，但是对他的压制很凶，他现在靠近我跳斩就死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好舒服，插个视野，有没有果子？没有果子，我还有 T。 他这个血量敢离我这么近，我觉得他在玩火，他在自杀式吃经验，跳过去晕住 AJW 就死了。我要冲塔把他杀了，换掉我很赚。算了，不太好，他升级了，加了一口血。算了算了。PD 来了，是老朴吗？啊，老朴怎么说？
五排搞起来，相不相信我的打野，我的江狗？说实话，老朴，我打野还是很细节的，我要得到你的认可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就玩一首螳螂，保证你会刮目相看。这波冲塔杀掉了呀，我看能不能出来。为什么他有治疗啊？行，我太菜了，老朴不要跟我打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不菜啊，我不能说很强吧，但是用菜来形容我肯定不合适，毕竟王者功底在这个地方，只是可能现在的反应和操作没有那么细节，但是大师接近王者的水平还是有的，再加上我们双排那就更强了，再加上五排队友又厉害，那我就很强，你懂吧？不亏，暂时不跟他打。这波你靠近我，你肯定炸。我攻速在这个地方，血量也满了。你现在靠近我，你就炸。好，把线控住，不要靠近我。一，好，行，你猥琐。既然老朴来了，我可能就要开启王者模式了。我也开大，你凭什么跟我打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这还能打过我？啊！攻速叠起来，你就不能还手。但是他要是不还手，会被我打得很惨。塔皮吃一层，啊，吃一层。哎呦，我靠，受不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哟，有眼，我来出个这个破败，破败跟他打一把。我们要是打五排的话，你们就知道了这个游戏到底真正什么是菜，什么是会玩了啊！你打单排有些时候是吧，很多因素你打不好，明白吧？我觉得我要练的是什么呢，就是一种熟练度和一种高端局的，你敢抓我，那你肯定是死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波我要吃兵，我不跟你打，不跟你打。我可以教老朴玩一手拳皇，哎，来打，可以打，吃个药。救一波，来来来，往我这，
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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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闪现闪的有点极限，兄弟，这波感觉没法打，快跑快跑，他枯萎要好了，完了，哎，还好，你还敢进来？你胆子大的嘛，就不谈啊！哇，这波他敢进来，哇、哦！差不多就行是吧，你老追这么深，你不开玩笑，追到我们塔下来了。嗯，待我超神的时候我来开个奖啊，这把我超神应该没问题，我现在很肥，他有红，但是完全不是我对手，我装备好，他等级比我低，我先把攻速。好，你再上前，你就垮了，你这波上前你肯定垮了，八成攻速。对，他不靠近我是对，这个炮车你敢吃吗？你想要吃，你炸了，正好一管血直接秒掉，强是不强？还有没有人说我菜？这个走位和技能的释放衔接，还有没有人说我菜？还有没有人质疑我？波线，他盲僧在下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还是有人说我菜，我觉得你们这样看直播不太合适。就明明就已经很强，发挥得很好，但是他非要说菜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怎么搞都没办法。一、二。死了，开大冲塔，细节吃药完美，我相信职业选手也不过如此吧，对吧？好谈哦。嗯，塔皮全吃完美，舒服，回家。可以再吃一波，这个盲僧在下。我又回来了。喽，你看不惯我强，习惯我菜。有些时候菜它不是真的菜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时候菜可能是因为节目效果，你懂吗？不是真的菜，这你要搞清楚。50块，等一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，我靠，这要等好久。破败加三项，无敌了，现在无敌了，我把这个红吃了，21-16，还是劣势，我装备又这么好，还是一个后期英雄，这把肯定会很帅气 carry。舒服，感谢来者可是诸葛孔明送上的飞机。我没有，你跑不了的呀，枯萎也没用了，我追杀能力不是一般的强，还有红，
队友在发起投降。我靠，我这么肥的贾克斯他们投降。感谢来者可是诸葛孔明送上的飞机。这位同学很喜欢三国嘛，我对于三国也略知一二。我觉得他会来吃这个蛤蟆。他可能会踢我。不弹啊。跳眼闪 A 接。蓄力一击。感谢老干雕的亚皮送上的飞机。谢谢。武器大师就是强。三个人，这波有点浪了，有点膨胀。来一个水银星，这波有点膨胀。哎。主要被控住了，不控也是可以打的，一打三也是可以打的。放在小地图上可以第一时间踢啊。他死了，追击挂枯萎没用，往下卡位继续卡。好，他死了，吃个药增加魔法伤害。你不用跑，不用跑了，不可能跑得了。先不要叫跳斩，然后这个时候再交，这样的话他的枯萎就没了。不寒哦，这个追击能力，他们中路居然打到我们家去了，赶快回一波。我靠，我队友这么垮，队友这么垮。哇，高地塔要掉了，我来了，上，等一下。哎呀，高地塔高地没了，我的队友好像和对面差很多。好，这个也是没用的呀，我只要把你 CE 打死，你还怎么玩？来，峡谷先锋吃掉，快跟我节奏走。现在我的队友肯定把我当成大神了，他们一定会跟着我的节奏的。给我吃，我来带一波节奏，我先把他中路高地拔了。这狗头拍起来，拆，赶快反推一波，胆子大，胆子大，胆子大，开大招，锤他，锤他 ，AJ W 走位，没走了无所谓，就是能扛，开的大招就是能扛，无所谓的溜。好，这波不错，这波我们又可以拖一下时间了。路人局这种贾克斯的发育是很难输的，知道吧？很难输的。我把血手做出来，他们也打不死，打不动。我再吃个红，我杀他们脆皮很轻松。OK，
还差一点钱。够了，大龙看看有没有机会偷一下。来，上，你们先上，我第二轮上，快，好，歇，不着急，我先躲技能，秒掉一个先，往后拉一波，给队友，不着急，等反击风暴，好，可以上了，行，哎，这也能控到我吗 ？AJW， 跳斩，走你 ，AJW， 蓄力一阶，大龙吃掉。救世主，金牌广 C， 直接打，无敌。这把是没有角度喷的，这把唯一能喷的角度就是段位。这把没有角度喷。只能用段位来嘲讽了。我来把他盲僧。好，行，赶走就 OK，Nice。哎，你这个是？哎，好，喵，死了，烫死。哎，没烫死啊！这 ADC 真的还敢追，我觉得他是在找死。哎，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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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么多人哦！我们这个 VN 到现在从头到尾没参加过战斗，这个人他一直在刷，哎。敢不敢晒一下段位？哎，看不到的呀，哈哈啊！哎，我看装备速度就是这么快，看人头皮也是这么快。好的嘛，破百吸一口。杀脆皮，摸不到脆皮，很伤。好，走，700块，潇洒。来，带这波大龙。我欣赏你，换人扛塔。好，你以为有金身，我们就。不要这么打，兄弟！冲塔杀人有什么意义？重要的是推他塔。你想怎么样嘛？那你留不住我的呀！嘲讽住 ，AJW，A 跳斩拉开。哎，我被秒了！这个人装备这么好吗？哎呀，我金身都没开，好烦啊！金身没开。难受，这个 VN 从头到尾不打架的。如果我开 TP 的时候金身会怎么样？是吧？哎，试一下，我 TP 的时候金身，然后再出个复活甲会怎么样？会打断吗 ？TP 现在是不能打断的，对吧？那我直接踢，我看看，我开个金身，它会怎么样？开不了，算了，开不起来进去。
感谢马老师的卡牌有多强送上飞机。我卡牌啊，我卡牌的话有多强，这个没有办法具体来去形容。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国服第一卡牌看到我在玩卡牌直播的时候，他会点一点头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吧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有多强这个东西不好形容的。什么叫强呢？对吧？你没法形容。我去屠杀下路，怎么说你们打不动我，我就猜开大招跳出来吸口血规避一下。哎，来帮忙啊，猜中！猜吸，点一下，把塔点了。这个，喂，他准备要开锤了，要秀了，结果直接被放倒。切屏切的头有点晕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但这个习惯。我要锁定我的视角，高手都会这样，所以我尽量的少切，好吧？你们这个是干什么的？我来，哎，我都肉啊，加个闪现。来他一手青龙偃月刀，但是好像很浪费，算了。哦，他们这把 ADC 是这个，那我觉得没必要。来一个青龙偃月刀，钱不够，无所谓了，这把其实已经赢了，出什么招已经不重要了。来，把大龙吃掉。等一下，我靠，你一个人打这么勇猛，轻松拿下。回家把那个装备出来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差一点。你们怎么能不等我呢？是救世主进场，救世主进场了。哎，抱团呀，看来我要跟队友交流一下，我们一起把他们推了，你们不能落单去打，你们伤害不够，和我一起就可以了。
这 ADC 一上头鬼，没事，这把我们一起就可以，很轻松。其实我刚才想一打四，但是他这个虚弱教我做人。抱团抱团，你和你好迷茫的眼睛，不行，不能了。哎，哥们儿，我们一起哎。Win， 来呀！你怎么一直不来打架？你在干什么？子龙，来呀！来，我们一起。感谢莫载体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这把他们要能守下来，我服。听说你在打狼，被我逮到了。晕住 AJW 跳斩。好，来，搞起来。好，我先把他这个拆了。行，别追他，别都塔下去了。开大招，细节不谈。螺旋桨之 Musa。起身就晕，动弹不得。你看看这螺旋桨的时间控制，世界级。好弹吧？哟，又来了一个。好像我这波还拆不掉哎。差不多，不理他。这狗都现在不敢靠近我。我这个攻击打不过呀，后半马上好，没蓝了嘴，六，回家出个装备，下一波复活甲啊，这个盲僧还想要追我一手，行，药嘴吃一个。我都想偷了，我来了，逮到！逮到！你们怎么打？哇，这个控制时间是真的久，我有水银鞋都这么久。就是肉，输出就是高。后期霸主，贾克斯，猜，怎么样啊？